酒店的老板。没长眼啊你！你？你怎么会来酒店的贵宾区？这是你能来的地儿吗？我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不用你管。魏总，鬼鬼祟祟，哎，不会在偷什么东西？转让合同，好啊，李萧晨，敢偷王朝酒店的重要文件，你好大的胆！来人！楚主管，怎么了？这家伙偷了酒店的重要文件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打断他的手。等等，楚灵儿，我劝你好好看看这合同。到底是不是我偷的？不看的话，你会后悔。后悔？你以为你谁？一个打螺丝的臭乞丐，还想要升为酒店经理的我后悔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！